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君哥，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天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会了解。西门路甲健康路交界，这个1200多平方公尺的基地，因为靠近百货、南势道甲五会庙等道这个区域，也是周边500公尺为停车场用地，相对停车的需求迫切。所以市府积极向中央争取前瞻经费来兴建立体停车场。全部由副市长柯玉典主持开工动土典礼，包括立委林俊贤以及地方多位民代拢踊跃出席关心，祈求工程会当顺利伫明年4月完工。一相同，台地平安，天天地个就咱万事如意。一相同，台南靠着你。建地球的带动欢迎地方，三相同，咱钢铁不断，气温上涨，节能地平安，将来咱都飞将来嘞，爱心向大年来走。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台南市作为一个古都，作为一个府城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热带，所以呢，这个停车场的新建呢，未来呢，对于台南市呢。在我想不管是对台南市民也好，对于外来的观光客也好，刚各位看到那个立体停车场的这样的一个图样呢，就知道会吸引我们许许多多的观光客跟市民呢，这样的一个看到就会很喜欢的一个眼光。据国交局表示，该停车场总工程费9311万，得到中央4760万的补助款，将采用4层楼的建筑设计。完工以后，汽车有103室，机车有18室。未来营运主要是智慧化管理，厝尾顶买家里太阳光电的环保设施，相当美观舒适。那我们特别用这种格栅的设计，让这个建筑物呈现比较流线的样子。那因为大家知道，健康路跟西门路车流川流不息，所以我们利用这种流线的造型，可以来跟周边的这个。流动的车潮来做呼应。那大家看到，我们利用色彩的方式哦，来融入这个比较周遭是这个比较多水泥的这个建筑物呢，让它能够比较缤纷一点。停车场当头，请坐坐乡亲，搞到见证相当的热闹，麦当看出大家对地当所在市区停车压力拢满心期待。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第二张郭新良的带领，包括议员李中钦、副议长林炳礼、甲议员黄丽娇服务处的代表，共同前往4车里，带上民众的厝内慰问。议长表示，透过当地李长的反应，知影蔡先生平时甲78岁的妈妈，甲两位小弟住做伙，妈妈目睭失明，需要人照顾。而大汉小弟因为癫痫，日前阁跌倒受伤。一个人要照顾两位，佮无钱人请看护，因此特别捐赠50000块的慰问金，佮2领毛毯，希望会用来帮助蔡家渡过难关。蔡姓人士呢，家境虽然有3个兄弟，但是他的母亲呢双眼失明，没有办法在家中需要留一个来照顾。那还有第二个呢，已经呢属于重症、重病一类似的那他一个人在这边比较照顾2个急需照顾人，因为没有钱能力请看护，那就陷入一片低潮和苦境。那幸亏他第三个儿子呢，出外去打杂工，领取微薄的工资来度过一家四口。这种情形呢，而且他又是社会的边缘人急需善心人士加以伸手援助。让他们能够度过一个好年，在此希望呢他们是一位抛砖引玉，那也希望善心人士能多加关心关怀，让该护人员呢能够快乐平安度过一个好年。除了议长、议员、甲议会董事长慰问，
另外，安南区长叶志明也甲社会科的新办人员同齐到蔡家来访视。目前家属已经提出申请救助，未来将邀请省心会做会来帮忙。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成立47档的随和一体中心，收容超过300位身心障碍者，除了聘请专业教师进行治疗、安排训练工作技能、甲社会生活技能等。中心每档的人事成本、甲开销费用，大约需要2300万。这经费大多拢是来自社会上爱心人士的捐助，但近来因为疫情的缘故，募款的状况无啥好，所以议员洪玉芳特别牵线社区福伦社资源。捐出200万的善款，帮助随后义治中心。各位先看这边，好。疫情那么严峻的情况之下，他们的募款是有实务上的一个困难，所以也很感谢西区福伦社，他们愿意承袭这样子几年来的一个传统，对于瑞富的一个关心，所以我是当桥梁，引荐他们跟他们一起来分享这样子的一个福气哈，也希望说这样子一个抛砖引玉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社会团体一起来关心。我们西区福伦社过去就是在做社会服务的部分，所以才会想说那。我们西区福伦社自己来直接捐献，所以我们在社里面也发动了社友的一个捐献，那我们总共提供了200万的一个金额给瑞义复制来做一个生活环境上的一个改善。为了社区福伦社的这笔爱心善款，会当小可纾解募款的压力，这让中心主任李雪英非常的感动。很感谢西区福伦社今天到瑞富义治中心来，除了社里面的帮忙哈，大力的帮忙，然后社员也因着这一次的活动也给我们很大的资助，然后因为这样子呢，一月份的经常费的支出呢，可能就会比较不那么担心哈所以非常感谢福伦社的社友们这么慷慨的到瑞富来所做的关怀。更难得是社区福伦社社友李志春，伫实地参观过随后一体中心后，私下阁捐出500万的支票，唔忙会当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予寡济人帮助随后渡过难关。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马上就要过年啊，市府社会局为了予弱势的家友会使感受到过年的气氛，特别甲自然社会福利基金会合作，举办家友的每个活动。现场邀请善心的团体来义诊，甲过综合病院的健康检查，同时安排会使洗身躯的所在，希望予家友会使健康过好年。即届也调整每个举办方式，改成发放红包，希望减少疫情的威胁。市长吴伟特也亲自出席，除了向善心团体表达感谢以外，也发放红包予家友，希望因会使过一个好年。很高兴能够来到慈联基金会所举办的街友尾牙活动哈，其实。因为避免室内太过度群聚，所以我们本来的吃吃喝喝的尾牙有稍作调整，在今年为了因应疫情的需要，我们改发现金红包来给街友。那其实街友本身也要，他本身也要在吃，也要吃三餐嘛，所以用这个方式街友可以做更有效更好的运用。那另外呢，我们也感谢慈联基金会，他们有这么样的发心能够帮忙这个街友，总共去年总共辅导了41位街友，那慈联的社工辅导了41位街友重新投入就业市场，这是跟其他地方比较不一样，因为其他地方有时候我们当然希望街友能够站起来，能够重新投入社会，比起只是在流落街头，这个人生也失意，这样子我觉得其实更有意义。市长也现场加码提供5个工作机会。让家友可以在这段时间有稳定的收入，让他们在接下来的生活可以更加顺利。那因为刚刚执行长讲了，我们的社工同仁很帮忙，帮忙我们街友这个站起来能够出外来工作。那所以说现在都流行要加码，那我们决定就说在春节期间有一些工作机会虽然不多，像基本工资一样那能够试出来加码5个工作机会。哇，掌声鼓励，加码5个工作机会哦！那我们就有过一个快乐温馨的好。那这个5个工作机会，我们交给慈联是来做一个辅导跟分配。社会局也提醒民众，如果过年的期间有发现需要帮助的市民，也就是家友，
会使卡1957或者是1999两支专线，到时阵市府会安排相关的人员来协助。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成立17年的台南市东滨爱心会，长期热心公益，帮助弱势，除了提供社会技能救助服务，更伫每礼拜固定发送爱心便当。伫岁末年终之际，更会办理弱势买月活动。今年活动也已经是迈入第三档举办。台南市东滨爱心会啊，阮台南市东滨爱心会已经做17年啊，第17年呢？啊，伊会受到咱吼啊公家机关甲咱吼遮个哦企业机构啊，大家肯定啊，所以咱今年呢啊，都我是阮已经做第三年啊，吼啊到这个年底呢，阮就是拢有要来吼啊，互遮个哦遮个低收啊，甲遮个独居老人、残障啊、菩萨，吼，互因吼安尼会当哦，互因食些小小，互因会感觉讲啊，社会温暖。除了吃大餐，爱心会嘛有安排义诊，或者参加活动的朋友，拢会当水水过新年。吃饱，我阁会当互因安尼有一个伴手礼，互因啊安尼啊阁跟义诊，啊义诊吼，互因安尼吼欢喜，讲啊安尼有生一个过年。啊了后，我阁有要送因吼，这个伴手礼，啊互因感觉讲啊晚年吼，安尼感觉讲有一个很温馨的过年。东滨爱心会致力关怀弱势族群，长期的付出得到社会各界肯定。爱心会也欢迎认同因照顾力量的朋友，会当做伙加入东滨行善行列。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扉页，敬请锁定每晚8:30第三公用频道。对今年的花灯作品，会用看到环保和防疫观念的重视，包括海东、海淀、安庆和安南等十个建国中小，526位的学生参赛。经过两阶段的评选，对平面图到立体彩绘，最后选出120件的作品。今年因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大多数的作品结合公民自主防疫的表现。亲像大德公虎牙身上来挂嘴暗，将原本严肃的议题用趣味欢乐的方式来呈现。台湾宫的主神是大道公，我画了黑台江生态，代表大道公保境护生。你画了什么？黑面琵鹭，还有白鹭鸶和盐田。那这样的景色是在哪里看到？这是台江生态，因为听老师说，大道宫跟宋江镇都是朝皇宫庙宇的特色，然后又大道宫跟宋江镇都是守护台江16寮，然后就又结合那个台江社区大学的活动，所以才想到这个灯笼，这次灯笼的主题。大道宫，然后那个船就是它。戴着口罩要送给大家，就是希望疫情赶快结束这样。刚好看到他们有那个大道公讲疫情的，啊，就刚好想到就结合起来这样画这样。那你的灯笼被展示在这里，有什么感觉？就很开心这样。上午的成果发表会，除了邀请所有的入选学生以及学校校长和家长共同参加，另外市府副秘书长王阳志。甲海外地方宫的副主委谢文祥嘛特别到场出席，为入选的学生甲老师家长来鼓励。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的一年马上特别来到，因为是牛年，所以台南市美术馆特别以着牛年为主题，推出了金牛喜迎春的特展，汇集了国内外艺术家的作品，
上大的特色就是全部拢甲牛有关系，不管是雕塑、水墨、油画等等，当中拢有牛的元素。除了透过艺术来展现国内外对着牛无同的认知，也让欣赏作品的民众会使感受到牛年的气氛。今天是敬牛迎新春，明年呢是牛年。牛年呢，这个我们知道，它很传统，也很现代。所谓的这个现代都是从传统来的，刚好都在这个三楼展出。画牛，在美国的话，你会想到美国牛。美国牛是没有肩膀的，平平的，因为它是弱牛，它是奶牛，所以它不劳动的，所以骨骼不清楚，它是肉多，奶多，就在肚子里面。那台湾牛呢？我开始画的时候，慢慢找出它的特色，就是骨骼，它从肩膀的骨骼、屁股的骨骼、膝盖的骨骼都特别突出。从这里我体会到一样东西，连建筑我也特别重视，去看建筑的骨骼怎样建立，连抽象画我也在看骨骼，不管什么造型都有它的骨架，这个骨架是从这个牛这里面我体会出来的。这次除了艺术家的作品展出以外，也还有国际知名的摄影师柯希杰先生的作品《斗牛》。这张相片呈现出优美的感觉，但其实是在一场意外当中才拍到的。这一张斗牛能够像油画，是因为我觉得它的特点就是避开了这个全场的热烈的观众，你们看不到一个人。其实那个是非常热闹的场面，全场都是人，挤满了人，可是他并没有拍一个人，他以那个地作为一个背景。那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像油画一样，他说因为我跟着观众兴奋啊，很高兴啊，三脚架上面的这个相机拿下来就要拍，因为这个 Antonio 是西班牙最有名的、最优秀的一位斗牛士，所以他也很期待。结果他一兴奋，跟着叫 Olé Olé， 然后这个相机就震动了。那么就回到纽约，他说他看到这一张跳起来，他觉得是。这次的展览也是首都和三大博物馆来合作，包括了国立历史博物馆、国立台湾美术馆和吉米博物馆。每一位艺术家用着自己的方法来呈现对牛的看法，在展览当中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牛。有来到美术馆看展的民众也千万别错过这个牛气十足的特点。但新闻国博义采访不得。位于在永康的福尔摩沙酒店台南商务会馆的头家谢文祥，平常时就热心公益，在疫情期间曾经捐赠大批的物资。今年一月十九号，消防在东港与干配消防兄弟无眠无日的拍火，因此在农历年前主动提出捐赠年菜，为消防人员来加油打气，由副局长杨宗麟来代表接收。这次因为一月十九号也是我们同仁的消防节，但是同仁付出了很多啊。那因为在仁德那边工厂的火警，他看到我们同仁啊，经过十一个小时的灭火的辛苦的啊，在现场的打火，他感动。本来他要亲自呢把这个餐点送到现场去了，但是大家看了这个餐点啊，大家忙了这么久，十一个小时这个餐点送到现场去，可能面试不下去了。所以谢总很体贴啊，把它转换成今年我们的年菜啊，捐赠了三十桌这么丰盛的那个年菜，三十桌来慰劳我们打火兄弟，这样子也让我们打火兄弟在过年期间呢，能够享受到丰盛的年菜。有时候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呢，让我觉得呢，你们真的是不简单啊。所以也借由呢，后来想一想，就借由说啊，这个刚好我是在过年时间，请我们那个里面的厨师呢，做一些那个拿手的料理，让我们这些打火兄弟呢，能够呢这个力气满满，安全满满，
来到他们来跪着。这届商务会馆总共准备30桌的年菜，包括冷盘、大虾、佛跳墙、鲍鱼米糕等，每一桌拢是店内热门的招牌商品。而且会馆阁真大心，先伫个店内加热，将烧烧的年菜直接送到消防分队，予消防人员感觉相当的温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这一碗一碗无同，有云南的过桥米线、贵州的羊肉粉、四川酸辣粉、加东北的土豆粉，来自中国各地无同口味的小吃，全部来自一位四川姑娘的手艺。因为十冬外前过来台湾时，吃袂惯台南的口味，因此家己来煮料理。本身有九年料理经验的田婉仪，三冬前伫个文南路开设一间玉川香。一直到今年初，刷来成功大学附近的中英路以及站区。虽然改店目前搁伫个试营运，毋过过路的民众，不管是学生，或者是家乡的姊妹仔伴，拢慕名而来，主要想要品尝这在地米线风味。味道还蛮好的，很清香，对。然后它这个面条就是很顺口，对，就是和我们家乡的味道很相似。吃麻辣味啊，小孩也会吃，不过他们吃小辣而已。觉得口感如何？好吃，有我们家乡的味道啊。比如说这个粉在台湾平常我们是买不到的啊，比较 Q。 不管是过桥米线、酸辣粉，或者是羊肉粉加土豆粉，强调的都是当地麻辣鲜香的口味。台湾有很多卖米线的，可是它没有结合大陆的各地特色的美食。那我们店有做大陆各地的美食，云贵川东北四省的。那云南它主要是过桥米线，过桥米线它主要着重的是我们的汤头，我们的汤头它是先鸡汤熬制的。那米线是采用云南当地的米粉去做的米线。那贵州它是我们的羊肉粉，贵州的羊肉粉非常有名。那羊肉粉也是高汤是我用我们的羊大骨去熬制的，那里面有加我们特制的新香料的料包进去，让它提香，味道变得更好。羊肉粉的粉也是用米粉做的。那再来的话，川的话是我们的酸辣粉，酸辣粉是采用我们的红薯粉，那它非常 Q 滑嫩。它主要着重于在我们的辣，那我们的辣是采用道地的四川的麻辣，从大陆空运过来的。强调无同的粉，有的是米做的，米线有分块甲油的。你这看起来亲像乌龙面，大大圆圆，其实是东北的土豆粉。所谓土豆，就是台湾的马铃薯做的。另外嘛，有融入台湾的海产口味的花甲米线，价位对79到149不等。你想要吃麻辣干锅，只有暗时才有。有各式的材料，由民众家己来选择，然后由头家下锅来干炒，看是要吃多咸，拢是由民众家己来决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同一时间再会。